管怎么看都像整人节目啊！左手捏鼻子，右手挺举往前延伸，然后收回来，抛出去，好，收回来，然后小跑步，小跑步，原地原地跑步，原地跑步，啊，这你们好准，拍手，拍手。崩坏的雨山，你看过吗？人民也不是，地名也不是，不是。再问，到底什么？哪个都会有耐心一点？是不是男生？不是。是不是女生会有的？不是男生就是女生啊！女生啊？怎么？双啊，注音吧。双是一双两双的双，鞋子的双吗？双是。对。注音。歌。念过去，念过去。歌歌双，歌双一，歌双什么？二双一。双哎，要不然变色的话，哇，那更难听。欢乐无限的天才冲冲冲，一百秒够登场。天才冲冲冲！来，进来员，现世你接龙。啊，今天呢，凯西呢去赚大钱了，哇！赚了两亿呀，赚了两亿，哇塞！两个礼拜没有空，你看多忙啊，真的，都比奶哥忙了，哎呦，干什么？干什么？哎，我是富贵的，你这行为叫落井下石，下流！我是祝福他，祝福他，你可以再诚恳一点吗？都比奶哥忙了，哎呦，意思意思。干什么？干什么？我是祝福他，祝福他。你可以再诚恳一点吗？不是，同样都是主持人，就他一个人去，其他三个会吃味。吃味什么？对啊，他没有去啊，他那么红。哎，搞不好这边赚的比那边多啊。没有。你们都知道，我不知道。张文琪一定赚很多，没有，他是算半年的，半年。想不到冲冲冲待遇那么差。制作人在看，下次我们会请两集，好不好？外面钱那么好赚，是吧？来，我们尤里啊，尤里。来，我们现在陈陈队，来欢迎曾玉佳、王厚平、少廷、尼加拉瓜。来，我们这边，哎呦，屡劝不听哎，一七六的，好高哦，一七六，刘璇，还传统，李三，哎呦，陈志强，林佳怡，好了，快点决定，来哦，小时候不，哎，我怎么会这样？我跟你讲，没事，永远都是这样，你们看他看他们是不变的定律，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就给他们难看好了，好不好？好，来，奶奶队就位。奶奶队首先要给我们好看，来谁？啊，做个示范的，示范的，看你们的成员的时候，一定是给你们好看的啊！傻瓜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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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算傻逼？所以奶奶的意思说，我们长得是险象环生啊！哎，高潮迭起。好，我们修三个。三个，一二三四五，因为没凯西又怎么样？修两个，修两个，让人家做了胜算。哎，好评，好评，像你们的，你们那么这么好啊，你们好评都给我，哪个好评像你们？像我怎么样？凯西，希望看你们撑不了多久了。哎，等一下，我们上一集是赢的哦，我跟凯西有赢哦。好，没有关系，注意。只有下家提示上一家啊。好，每个回合有两次重启的机会。好，只有两次哦。好 ，just 两次。先转出字数出来，好不好？三个字，大力一点，三个字，三个字以上，四个字。这是成语，四个字吧？不一定成语，四个字。生活用语会不会转的太？我们四个字，成立的成语、词语都可以，只要大家知道。可以哦，合理。我想要接到一些 key word 就很好用。对呀，知道吗？掌握到一些偷偷什么什么，知道吗？哎，你刚刚讲了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不要多讲，他们都没有来过。哦，凯西不在，你也是会紧张。准备，限制级接龙，150秒 ，Ready Go。道听途说，说三道四，四，四，大家可以，只有下家可以提示。好，
只有下家可以，四人成行，好哎，行，有四人成行吗？可以吧？没有啦，三人成行啦，四人成行啦，有没有啊？旅行团，四人成行可以，好过，行，这样可以哦，行，行，他有一个人做这件事很多年了。行是有年，不对，不对，不对，要讲到年，你讲到字，不能讲到字哦，不能讲到那个字，行，行，行人专用，用行人专用可以吧？好过，三过过，用之不？我有，不是，用之不啦，用之不，用之不啦，用之不，有是下家可以可以过，可以过，猛虎出闸。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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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虎，你可以提他，对吧？提他，提谁？猛什么？猛虎过江。猛龙啦！猛龙过江游，猛龙过江，猛龙过江，猛龙游泳，江湖传说，疯狂男，江湖传说可以吗？说唱唱过，唱一首歌，没啦，唱歌了，唱两个歌，唱唱有老师，可以吗？过这个过，唱有老师过，还有诗，诗有两种，诗卷舌的诗哦。动物的也可以，动物的也可以。诗人说梦，诗人说梦啦，诗诗人，诗木鱼汤，诗木鱼汤，汤水水，汤汤水水水水，水水水，救他林佳怡，超多哎，水三十秒。水中之龙，不是这样讲。水中之龙，换一个说法。改第三个字。水中蛟龙。水中蛟龙过。龙虎，龙。龙什么？龙飞虎跃。没有龙飞虎跃。龙腾虎跃。龙腾虎跃。掉了。雨山救他，快讲出来了！光芒可以，你看我不要那个药，你好看吗？药你好看啊！啊，药你好看啊！药物，药物，药死儿童，药死儿童，药死儿童，就是每次带药，带药演活，耀武扬威，耀武扬威。哎，你们成语都很差哎，很差，糟差，有点卡。模糊出杂，杂不好接啊，杂好难接哦，不是杂，但是杂口太小，砸到封闭就可以了，是砸还是砸？分数不算差，不错哦，12分，鼓励一下，算差，不能松懈，这方案不错啊，要努力，好，攻守交换。你坐中间，很厉害哦，好品，有好品，好不用看到谁，那我上去看谁，那过来给你，我救你，好，只有下家能提示，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还有陈哥的提示，厉害有什么用？有没有？来，来，来，转，来，六个字，四个字，他除了三个字有四个字啦，那两个字根本转不到啊，太小了，转不到，对不对？要转很大力，好吧？来，就那么小一个，限制级接龙 ，Ready Go！ 哎，现场超快，我们三个知道群星会，你还不知道？他也没办法提醒，他也不知道，还不跟我讲。没事，你怪我？那个本来就很难的，你过了。接龙 ，Ready Go！ 真心社，真心社，社会人，社会人，人之初，初，我们通常第一次会说那叫什么？初体验，验孕棒，那么害羞，验孕棒啊，棒棒腿，棒棒腿，对，腿，
退退，就是可以那个哎，我形容一个人的，不要比，不要比，用什么样的身体，不要比，形容一个人的身体，腿，对啊，就是你怎么形容这个腿嘞？腿好长，对，长，腿好长。他的意思就是太短了，快点，有其他方向，太短了，别动了，为什么？腿裤饭可以了，继续继续，漂亮，腿裤饭，饭饭，很小，范玮琪。可以可以可以，讲简单一点的，棋棋可以啊，有一种色，棋盘色可以，棋盘色色色色恐症，哦色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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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症候群群百摇，哎我群百摇摇，各种群都可以哦，啊有有有，同一意思，对啊，来提醒他，提醒我，那个不要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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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千万不要帮他，想不到想不到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东西？要不要？什么男的啦？群群群什么？什么家群？正正群，正正群，这有很多正很多正。那我就重来咯，对，正成功，功功对，功啊，啊又功又卡了又卡了，听他听他听他，功夫装，哦装哦装，装装装，提醒他提醒他，好像自己很厉害，哦装装很行，没有没有装啊，人名啊，装哦装自强，装自强强，什么叫装自强？进自强，没有装自强，人名啊，讲人名什么的，装装，又下装，还有那个街道，周孝伟，周孝伟可以吗？没有周孝伟啊，还有姓张的名字啊，装街道，装三十秒。装快点呐！装什么？装街道的名称。讲个你朋友的名字。讲清楚一点。第二个字是那个什么？讲快一点。就是你要对他很，你要很敬重他。装。装进自强的，装装装，讲个人品出来啊！装糯米，糯米，什么东西？等一下，你在装庄瑞雄就好了啊！魏玉有个庄头北，对不起，对不起，中间装可爱也可以啊，装可怜那容易那个，装可怜装可爱，装苹果装香蕉装葡萄，你还说人家，我不能听群星会你不会接，你要说会，我说正后群，你没有说会，我说正后群，群很难哎，群星会啊，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第一段第一段。没事，我们现在还没看人家打架，只看我骂。好想打。哎，现场只有我们三个知道群星会，你还不知道？啊，你没办法提醒他，也不知道，还不跟我讲。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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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怪我。他那个本来就很难。我就不想动，我一直往上。哥哥，不要打，不要打，然后一直打。别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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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挂。小孩子哦，他们说不要打不要打，他一离我越来越大，你拉他肚子很奇怪，不要这样。不是，我是把你推到外面打比较好，我们有镜头。哇，是打好开心哦，一分对一分，还有还有还有，可以啊，装东西装水果装葡萄出来香蕉，来我们五个，好，要换位置，我们录到打架。那我在哪比较好？没差没差，还是在真的是好。那我跟你换，什么意思？因为我给刘璇很少的提示，我们交换一下。好好好，交换。刘璇坐我后面，那要换一下。刘璇都不给人家提示的，你提示我一下啊！不用提示，不用，等哪个提醒你，自己想。哦，对对对，对不对？来，
转对，转平转次数，好，脾气控制一下，脾气控制一下，三个字，他们是不难的，真的难呐，他们才十一分，好，不难，加油，来准备，电视机接龙，三个字，对不起，150秒 ，Ready， 曾文熙，熙，好难哦，熙，哇，熙。来哥，卡住了，吸很多东西都可以吸啊，什么都可以吸。讲啊讲，吸什么？吸什么？吸啊，吸吸那个胸部那个叫母乳，吸母乳啊，吸母乳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那个乳酸菌，酸菌，菌，完了，好近哦，提醒他，菌，你吃不进，我是你快买来嘛，菌，菇土皮，很难哦，菌菇丝可以吗？一种汤类，一种汤类，一种汤，菌菇汤，菌菇汤，他是这样讲吗？哪有菌菇汤？菌菇汤，菌菇汤把汤都讲出来了，香菇汤没有菌菇汤了，要不要重洗？陈哥，不，哪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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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不用啊，乳酸菌，菌。哎呀，快快提醒他，好难。Yuri， 菌菇汤，菌菇浓汤，菌汤你看一个菇，来个字，菌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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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重启好了，重启好了，菌汤，重启吗？卡住了。重启，乳啊，那个乳胶漆，乳胶漆，七上，七上八下，很多吧？七，尤里，七八，提醒他，七八九，哎呀，七八九，想想，如果你是凯西，你会怎么说？如果你是凯西，欺骗人可以吗？这样有帮助？不行，哎呦，好痛，七。七个字，七个字，另外一个说法，很漂亮的七五海，那个海海王，七五海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海龙王，王八蛋，完了完了，蛋一样，蛋像蛋清球，天牛啊，蛋什么蛋，你就接下去啊，蛋一样，蛋一样，海龙王，蛋没有啊，有一种我们常常随便呢，蛋，哎呦，我们河那个何必问。何必问？必问？问？好难哦！问？问？问谁？问导游？你们问导游？问苍天可以？我问问苍天？问苍天可以？天王国语歌？会歌？歌手，在肚子那边，鸡卡太久了啦！菌什么？乳酸菌啊！菌什么？菌尸体啊！菌尸体，菌尸体。我们常用那个菌尸体啊，培养菌尸体。哇，好难哦！对，菌尸体啊。菌菇汤为什么不可以？菌菇汤可以吧？因为刚才讲到汤了，可以。菌菇汤应该是可以啊。讲到汤了，他说那个什么汤？哦，菌还有什么可以讲啊？菌浓菌菇饭。Jim Carrey， Jim Tony， Jim Tony， 你们英文好好不好？成熟一点，他们两个一直在闹啦。你们那么答那么差，还有脸在那嬉皮笑脸。俊什么？对，他们有13分呢，没事，还有机会追，还有机会。我们要加油啊！我们一定会赢的啦，可以的。来，攻守交换。3+ 来，三哦，3+ 4+ 3+ 啦，来了，好几个字啊，赚不到，三个字好难，三，好几，来哦，准备哦，难，找个难的，三个字，找个难的，加油哈，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4分的，来哦，限制级接龙 ，Ready Go， 梅干菜，菜肉包，哦，菜肉包。包青天，哎耶！天地合，耶！合作社，漂亮。社会人，人之初，金牌赛，初体验，验孕棒，棒腿，这重播哎，饭。那古代古代的那个诗人范玮琪，可以，可以，可以。腿裤饭可以了，腿裤饭，范玮琪，可以，这样简单一点的，棋可以啊，棋盘色，棋盘色可以，棋盘色，
棋很多啊，快棋到哪里啊？刚刚不是才讲过吗？对啊，哎，棋，张文棋跟他讲了，单车，哦，单车，车，车轮饼，饼干盒，盒做的，不错了，不错了，盒，饼干，哎呀，提示他，盒，也姓氏，姓氏，何宇文，文。纹身师，哎，可以，纹身师，纹身师，闻味道，闻味道，这样讲的闻味道啦，这么白话的，味道如果不臭，就另外一个，不臭啊，就闻不臭，闻着香，一样的逻辑，闻着香，不是，闻香味，闻香气。一样是专业的名词啊，闻，眼睛上面，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字。遇到理解力迥异的游旋，连奶哥也投降。右手指向天，然后往下画，用力，不是往直画，直画，直下，上快上下，好停，然后左手比一，左手放下，右手放下，左手往前比一，不是往前比一，往直的，指尖朝前，对，放到鼻子前面，不是，放到鼻子。说回来，前面比一的时候说回来比说，好算了，然后右手，冲冲冲，也姓氏，何宇文，纹身师，哎，可以，纹身师，闻味道，闻味道，这样讲的闻味道啦，这么白话的，味道如果不臭，就另外一个。不臭啊，就闻不臭。闻着香，一样的逻辑。闻着香，不是，闻香味。闻香气。闻眼一样是专业的名词啊。闻眼睛上面，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字。闻气味。第二个就是不臭的那个字。闻香师。对，闻香师嘛。狮子吼，狮子吼，声乐家，很好，漂亮，家不一样，不同字哦，家庭，家什么？家，你可以叫他家很多，每天都。口气，我们那个感冒要吃一些什么？口炎药，口服药，对，口服药，药快，药膳锅，锅，人民，锅，有一个很会模仿的那位，郭子乾，钱什么？钱。救他！钱德门哦，门外汉，啊，这一轮多了，这一轮蛮多的，这里有多个人，追到了，好球耶！哎，我刚刚有一轮是之前全部都出现，他们都讲我，我没有，对，我怕我接回来，可以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因为玩完了大概也就输了。那听过了，刚刚我们讲过，他们记得这些，没有关系，你们也可以，没关系。那目前他们加起来也才不过，这一 round 多一点，好不好？光人之初就得两次，就算错是吗？还有。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加油很有用哎，你们俩不要下去就蛮好的。是他，我算厉害的。刚刚那个加就加油站就好了。对，好吧，来动手交换。好厉害哦！来准备，冷静，陈志强，请转。两个字，我们就输了两个字。两个字。成语，四个字好难呢。准备，限制级接龙，四个字准备，150秒，计时。搬弄是非，飞天遁地，地心冒险，险象环生，生生不息，可以，急，救他，急行相关，急行相关，漂亮，关。
观，那么简单四个字，很简单哦。观光圣地 ，OK， 可以。观光圣就是又回来。地灵，王宫，王宫，地藏王宫，地方地，帮他是我们都是地啊，在你身上都地。地，形容这个同音的，非常有灵气。地广人稀哦，太厉害了吧！吸什么？又要吸什么？吸什么都可以吸啊！吸你们两个怎么会这样子啊？什么都可以啊！吸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吸苹果汁，吸苹果汁，没有吸苹果汁这样子的啦！吸苹果，你好意思讲？用他出去，他生气了。比赛你不能提，好，我不能提。稀稀落落，换个逻辑想啦。啊，我跟你讲，我们是东边，我们是西，我们是东边，那另外一边是什么？西边。换一个方式说，西部。西部牛仔。哎，仔啊，仔。五光十色，五光十色，色哪里？快点色，色哪里？你不要跟我讲色，不要跟我讲色，加油，要跟他挑战，快点，快点，色什么？社会现象，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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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光十色，一定要色啊，很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也是那个色吗？色，滋滋滋，对，快点，冷的时候怎么样？很冷的时候。不要演，不要演，抖抖，对，这个可以，要重启。我好，五重启。五什么？五很多，五颜六色，六色。五颜六色，他只有五颜六色而已啦。五花八门。门门也不好接。门门。门。其他雨山。一女。就他。门。成语都没有啊。都没有啊。啊，多。门。成语不能讲哦。门，我想不到，那个门，对不对？门，门什么？门口罗雀。我跟你两个人很，门口不适合。我跟两个人很不合，难道不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门可罗雀。色欲熏心，对啊，色成行业，想跟我们一起加油就好了，一起帮他们加油。谁想跟你加油啊？哦，这个组合，哇，太差！哎，他们这样弄，哇，他们这样弄，我们第一次，我们一个最低纪录是9分，我们就赢了。但我们还有边缘，对啊，我们还有，他们加入这10分以后，哎呦，完了，我们现在平手了，大致平手，太夸张了。怎么办呢？要不要我上去让大家更紧张一点？好，动手就会。哇！加油加油！哇！就让他当第一个。好，加油！来，加油加油！哎，这筷子啊！哎，你如果真的卡在第一个，那很经典哦。不可能啦！三普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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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加油！四个字，哎呀！三个字，又三个字，又三个字，有这么难的？那个循环又重复，有这么有难的？哎，我有点怕哎。来坐，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是你怕，是我们怕你，好不好？搞错对象了。好，来，现自己接龙 ，Ready Go！ 我跟他提，啊，第四题，体香膏，漂亮，高。高雄人，人类学。小朋友刚出生要学问好，学问好，学小朋友都用弄用到嘴的，好平易近人，嘴的学什么？学走路，哎，什么？学走路，学走路，学走路，学步车，学步车可以，车太炫，炫不出来，你会吗？炫你炫得出来吗？你炫得出来吗？你讲的对吗？讲对又你真的会吗？重启会不会比较快？重启，炫耀文，车轮饼，饼不会吧？不要动我，没有，饼不出来了吧？饼都没有，饼不出来吧？
打开什么？打开饼干盒啊！啊，合作社又来了，刚刚有过射手座，做做不出来了吧？做不出来，看啊，做作业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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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不出来了吧？可以积极一点吗？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厉害，笨不要演，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厉害，然后你讲他也不会，形容一个人很厉害，因为你觉得他很坏，他形容一个人很厉害，就觉得哇，你这个人真的是怎样？是怎么样？笨怎么样？本事高，哎，对，好高嘞，本事高，没有学问好，本事高，哇你嘞，笨，还是要重启，那个逻辑对，作文课，哦，课桌椅。椅啊，各座椅，哇，有不会了吧？有不会了吧？啊，没有不会了。椅，这个三十秒，他的不见得对，你要注意。走了，这个很久的，我会讲到字啊，很久的这个，怎么样？那个，这椅子要被我戳破了，这椅子好乱，很久的那个。五什么？很久的五五椅，五会弹。走，他走了，走了，走了。人怎么他走去哪里啊？走错人了。没有椅子人呐，什么？就是倚天剑就好了。刚想讲以色列，但列以色列也可以啊，以色列可以啊，列车长啊，列车长啊。哦，对耶，以太币。只有十分呢，两万啊。哎，三个字就十分了。哎呀，不一样，对不对？太差了，是我们输在上一轮。对啊，郑宜佳跟这个张文琪不能坐在一起。我想吐。郑宜佳不可以跟任何人坐在一起。我比较适合加油。他们俩不能坐一起。好了，还有他们刚刚打了一个24分的，35-45，来成真对获胜。好，休息一下，现在跟讲的，现在冲冲冲。请男人说问题，哎呦，好难哦。不会，最难问问题是素素姐，要问对了，要会问方向问对了，对，方向问就对了，方向问对就对了，对啊，答不来就那几个，是的吗？用的吗？打上要男生吗？男生女生的，大男小孩，你有吗？最气人的就是这个病，你有吗？你家有穿吗？有腰疼吗？哥有这个症状吗？有，对对对，以前有，现在已经治好了。你要听着要理解，可是问完要记得你问过什么。对对对，要罗的。刚才问说是吃的，这边又说是药店吗？对，忘了。来，我们先来，就位。耶！太强，这两个很厉害。这样就厉害了，知道？豪哥很强啊，对啊，很强。红哥现在在夸红豪平啊，不敢。不是，我跟红哥是这個老少配的搭档，因为其实红哥是我尊老少配，你讲话，讨厌说脏话的意思。刚刚我们在玩的时候，居然有人叫我北北，谁叫北北？我重点在叫我北北呢，谁啊？有，太坏了。有人叫北北要习惯吗？照照镜子，叫你北北是不为过。你要合理的，不是太坏了。因为我要演戏啊，对啊，现在逐渐有人看到。把戏推掉啊！啊，不是，你们两个月发我一次，然后我把一个戏推掉，好偏激哦！会不会让我们北北有饭吃啊？北北，北北，不要这样子敬老尊贤。人家里面这么多人，就有人穿粉红色的。哦，就是你，北北，叫北北。我刚刚不小心脱口而出，哎，北北，你坐这。我让大家有礼貌，有一老，北北资历高啊，出了一把，好来，来，准备哦，说问结束5分钟。来了，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月潮，名词吗？名词吗？是名词，是的吗？是，吃的。芋头，芋头。哇，这么快懂了？第二个，开玩笑，你写快一点啊。难吗？你不要我。名词吗？老大爷，形容词不对，这是动词。老听起来有老是名词吗？名词不是名，算名词，不是形容词是的吗？
不是用的，不是用的。你这样是要给我答是或不是？不是，不是吃的，不是用的。不是吃的，不是用的。多厉害！形容人吗？对，卡了卡了。老大爷不是老大爷，老人，他嘴巴里面东西掉了。老人，他嘴巴里面东西掉了。形容人吗？对，卡了卡了。老大爷不是老大爷。老东洋有新东洋老东洋，那个来多厉害多厉害，形容人的吗？最形容一个人是老人还是小孩？他也不能问，他就是不是老人吗？年纪大的吗？是老大爷，我讲错了，快点快点快点，太次了，妹妹，为什么一定是老呢？可以形容他吗？不行啊，行可以，可以形容他。是不好的吗？老人是不好的吗？形容老人的是，可以形容，可以形容陈哥吗？有可能哦。来，给我一个字，快点，快点，给是以牙，老掉牙，老掉牙，高高高，老掉牙，哦，不容易哦，来，这简单啊，你的肚子太细了吧？你倒了。快一点，太阳都下山了，回家已经鬼了。睡着了。对啊。什么？不知之何呢？这是地名吗？名字？不是，不是名字的吗？不是，用的？不是，一个病吗？不是，人名吗？不知之何呢？不是人名，不是人名，也不是吃的，也不是用的。再问，再问。一种行为？不是，一种状态？不是。这都不是，刚有形容词，也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名词，不一个字。他是看得到，等下来，要不要给一个字？啊，给我一个字，来给一个字，快，随便讲。呼，哪里哪一个啦？呼，好 ，OK， 是要呼，我们可以上哪个呼吗？呼奶，呼奶，不行，不能上哪个呼？忽然的呼，忽怒，忽怒，忽逆，忽冷淡牛，忽热，忽热。再问，再问。乌兹兹，乌兹兹，我只在乎你。对，哇！敷衍。洪都老师帮忙一下。这是北北的歌啊。妈和爸，这是名词吗？太难了吧。这是用品吗？用品。用品，在家里用还是在外面用都可以。用的东西。家里多。家里多。这是一个。是个用的，是薄荷魔，对，薄荷棒，薄荷棒，魔幻棒，魔幻棒，魔幻棒，你家这个东西，魔幻棒怎么弄啊？你会用什么使用？你会用它变魔？真的会舒服吗？很舒服。真的吗？变台，冲冲冲！用品吗？用品，用品，在家里用还是在外面用都可以。用的东西，家里多，家里多，这是一个，是个用的，是薄荷魔，对，薄荷棒，薄荷棒，魔幻棒，我以为魔幻棒，魔幻棒，你家这个东西，魔幻棒怎么弄啊？魔幻棒，你会用什么使用？你会用它变魔幻棒，真的会舒服吗？很舒服，真的。木火棒，你讲是就是，我不是，要不要给一个注音？要不要给个注音？给个注音，给个注音。你不要给棒哦，不可以给棒哦。棉花棒，有贡献。北北厉害了。名词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还是介词？还是动词？任何意思，任何意思。你好意思？吃的吗？不是的吗？不是，你好意思？不是那个地方吗？地方在台北吗？不是，台北林不是什么林和夜市？林什么林？什么哪个都？乐华夜市，乐华夜市，哪有？劳和夜市，劳是很好。在是不是在南部？南部在高雄。对，六合夜市。我们想吃老的了。开玩笑。可以呀，红哥。鸽子，鸽子，饺子。鸽子，鸽子，鸽子，鸽子。太简单了。哦，喉咙好痛。行了。哎，有没有那个枇杷膏啊？刚睡好午觉起来。这是名词吗？是。啊，写错了。写错，对不起，写错。掉，没收。啊，什么？看不到。得了，得了，试试。大力水手，大力水手，哇，大力水手，哇，很有贡献。看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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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嘛。鱼子总是歪啊，是还是？这个注意太危险，这个地方吗？不是，太丑了。地方有。日文吧？你继续问。名词吗？不是，啊，是名词，是名词，对。什么醋？差不多了，醋。月子醋，要讲了。
对，天体不算。哎，那刚讲。天体不算。月子餐怎么会是地方呢？地方有啊。地方有，来，月子不算，对不对？他太多字了，可惜。对对，月子差不多了，太多了，月子差不多了，太多了。一直来答对几题？太急了，还不错，很厉害哎。我们那个北北后来第一，太厉害了吧？我跟你讲，这个刚好坐下来的时候，有三秒钟会空掉。哦，就是老大爷啊，这就热身餐。老大爷，我讲过了。哇，他那个时候很凶哎，我就一直看他这样子凶我哎。起来玩游戏了。我讲过了。他讲完老大爷，到你再讲，你隔了一分钟。对啊，再讲。可是刚才像那个什么什么夜市，我把夜市猜出来，然后他把六合讲出来，合作无间。他说，夜市就这几个。他居然跟我讲饶河夜市，饶河的饶是日饶日。他有点台湾嘛，紧张嘛，但是算了，还有吧，乐华是吗？乐华很棒，乐华方向很棒啊，乐华的专业，乐华厉害厉害，好久没听到了，合作无间，合作无间，对对，打对七题来，动手交，还不错还不错，加油啊！我们的成绩算不错，七题蛮好，七题算 OK， 七题算好吗？算不错了，普通啦，最终局了，普通啦，不要那个以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你今天怎么那么酸呢？我答题说国民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干什么？你今天好棒，你今天负能量很满哎。怎么了吗？接下来就让徐奶奶看看什么叫惊险的组合。我是对我们自己没信心，冒险为赢的组合。多问结束五分钟，奶奶的准备。念完就好了。乌合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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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地方吗？不是，是吃的吗？不是，地名？东西吗？不是。东西用品用品不是这种病不是都不是啊都没问到人名也不是地名也不是不是来问到底什么哪个都会有耐心点这种病吗不是老哥哪个问开始好凶男生女生念完就有了窝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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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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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黄昏，黄昏，婚婚期，我们婚婚期，哎呀，婚期，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可以了，女生再用一个，再你念几遍就字就出来了，婚期，我哇，好像一个人哦，婚期叫我哎，冷静，没有用，没有在用了啦，再给我一个字，不要。不要乱讲好吗？我错了，给几天了？给两个字的啦，不单是给两个字啊。未婚妻，未婚妻，未婚妻，对，哇，未婚妻，我好难哦。你看，有吧？叫，六分很厉害。好想要，好想要，不是想要，好想要，我想要。是吃的吗？不是，是地名吗？是地名吗？不是，是用品吗？算是用品是药吗？不是，最后一个字不是药，不是吃的，是用品，是交通工具吗？是交通工具，是可以，是车在天上吗？天上天上的，在天上，滑翔翼，对，是交通工具啊，奶奶啦，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算吗？先不要，先不要嘞，是吃的吗？是人名吗？是地名吗？是地名，是台湾的吗？不是台湾，是外国的，是在美洲吗？不是，在亚洲吗？不是，在欧洲吗？是西班牙。哎呦，通了通了，开了，放下你热身吧。科斯是人名吗？是用品吗？身体上会有的吗？是病吗？身体上会有的，头上会有的吗？慢慢问呐，头上会有的吗？对呀对呀，是啊，吃的吗？是吃的吗？是吃的吗？是吃的吗？不是，不是吃的，是一种病吗？不是，不是吃的。不是，这头上会有的，头上会有的，头上会，哦，有，头上会有，眼睛有吗？没有，鼻子有吗？嘴巴有吗？它好好吃吗？两分钟，好吃，好，回答我啊！它是个料理吗？好不好吃？一个一个问啊！好不好吃？咸的吗？咸的吗？咸的，有味道吗？错，太咸了。陈哥店里有卖吗？没有。
吃的，我嘴巴，慢慢加温。加问哦，慢慢问，天哪，整个店里有吗？鸡丝鲍鱼，对，鸡丝鲍鱼是吃的吗？不是，地名吗？地名吗？就是鲍鱼，是，不是地名啊？不是地名，还有，是不是啊？不是地名，是啊，是啊，不是地名，不是吃的，是用品吗？用的，是男生会有吗？没有，女生会有吗？没有，没有，都没有，不是地名的，有都有吧？都有，男生女生都有。都有这种病吗？对啊，这种病，对，是肚子的病吗？不是，上半身的病，是哪里的病？一般都到头的病，对，头的病，对，精神病院，对，哎呦，你们还有排精神病院是地名呢、啊，还有排不是病，好笑，哎、好笑，接近，你刚讲什么？海啸，海啸，海啸，哎呦，好笑嘞，快点，海啸嘞，海啸，哎呦，厉害，海啸，还可以，还可以。念过去，念过去。哥双，哥双，一炮，哇塞，哇塞，各爽一炮，哇塞，各爽一炮，各爽一炮，今天是周年庆吗？可以这样子啊？北北心脏，心脏，买心脏，心脏。他讲出这种答案，你叫他们去排队。我说哎，去排队。哎，还好他有想双哎，要不然变色的话，哇，那更。哥，还好，我刚才讲说爽，各爽，各爽，各爽，哥双眼皮啊。各一各双都出来了，不错啦，也有六题了，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啦，还有还有，对啊，一只牛最厉害了，海啸超强的，海啸超强的，刚才海啸，再给我一个字，我不给，大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北北，不是一题拿两个字，七早八早就把一个字用在一题上面，三个字就拿两张牌，这么简单，那么简单呢，太浪费了，未婚妻。未婚妻，乌合乌合西，未婚妻，未婚妻，未婚妻就出来。未婚妻，未婚妻，未婚妻，出来吗？未婚妻，未婚妻，未婚妻。滑翔翼不是交通工具吧？不是，不是吗？是吧？有些地方可以从这里滑到那里啊。那所以灵车也算交通工具。你要讲笑话，你是说你上山头嘛？哎，可是他不会看你而已。机会的话是什么？那是极限运动。那是运动，对啊，运动，它是一种运动。7-6，目前暂时领先一分，来攻守交换。哇，好难啊！不容易，不容易。加油！7-6，好，暂我们暂时落后一分，没事，没事，没事。好吧，我还在雨山。有这两位，嗯，来啦，哎，喂，好吧，刚刚他们有没有多强？7分而已啊，才多赢多强，对不对？我们的雨山有没有？不怎么样也有6分啦，不怎么样也有6分，但是还有效果，是是。大概怎么看出来不怎么样？各赏一炮，笑死，笑死。欧文姐说5分钟，赏一炮，好笑。乌恩了地方吗？不是乌七了，七七了，七了，七了，乌七了，乌七了，乌七了，好一点，乌七了，乌七了。哇，超级厉害！来，马上清楚，得了，好强哦！鸡鸡吃，鸡鸡叫，鸡鸡吃，是吃的吗？不是，人名吗？不是，地名吗？是，鸡鸡，台湾吗？不是，国外，国外，是，国家的名称？哇，不是，不是，景点，是，是景点，景点，觉得再问，再问，再问，一个古迹吗？不是，日本吗？不是，亚洲。不是美国，是美国旧金山，对，老强嘞，哎，很会问，很会问，厉害哦。木鱼，鱼吗？木鱼，我想来。郁闷，好，郁闷，情绪吗？问问问问，情绪不是，吃的吗？吃的，吃的，热的，热的，热的，汤的吗？不是，干的，玉米，对，哇。
害哦，哟，不错哎，两个都很棒，快哦快哦，快一点，这两个字，拿吃拿吃，用品吗？不是，用到吃吗？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不是东西，一件事情吗？对，行为，嗯，好的吗？他是说是不是？他怎么定义？你有过吗？行为，我行为有吗？回答是不是？有，有过。逼人家讲的啦，很多次吗？很多次吗？很多次，要跟别人一起做吗？没有没有，我一个人做。做的时候开心吗？你不要回答太多哦，不开心。三个字，不开心。闹场，闹事，闹场，很漂亮。给我一个字，走。先想尿尿，尿床，走，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你有尿床吗？看起来很像，我很久没有了。快快快！四七二一，地方吗？不是。形容词？不是。人名吗？不是。歌曲？不是。物品？不是。节目名称？不是。电影？不是。情绪？情绪吗？算。第二个字是心吗？对。心。撕心。好厉害哟！撕心。撕心裂肺。对。撕心裂肺。心。不要被影响。而已吗？不是。撕心。再来。二意吗？三心二意。哎太强了，少景拳拳到肉，这个好难哦，这个难。妈鸡鸡，妈人名，这是 H P C 吧？地点，不是，吃的 H P C， 吃的吗？不是，用的，不是。最后一个字是鸡吗？不是，鸡妈鸡。要不要给一个字？好，哇，来，讲，金金啊，哈，有月金哦，没了，不要讲哦，吸金。梅西金金梅西梅西金金两分钟到金哦金哦对金金钱的金吗？不是金念经的金吗？不是再问念经眼睛的金不是再问亮晶晶的金不是若金若的金吗？不是我觉得不要困在上面先问类别你心金你心金类别他刚刚讲什么吃的吗？不是人名也不是用品不是形容一件事状态吗？不是一种病吗？不是。心我不想心经，我不想困在这很对啊，怎么办？要不要？对 ，pass 啊！不要，不要，不要，这很难，这真的很难。对，用提示，再用提示啊！是一种四十种动物吗？对，动物什么经的动物？经什么经的动物？他们没有这个词在哪？动物园有吗？有，四只脚不是？对，亮子灰吗？没，灰吗？金哎，金。是的，欸、什么？大猩猩什么金？什么金？倒数一分钟啊！黑色吗？对，哎，不容易啦，现场的人都啊，这难了。金一个动物，啊对，他们好像没有录音嘛，快不要浪费时间了。知道，走，什么抹香鲸啊？哇，你们这个太慢了，没关系，没关系，至少过。快，鸡屋，行为吗？是，觉悟。不是，不是觉悟。你有做过吗？有，常做。好的吗？好的。不一定，一个人可以做吗？啊，一个人不行，一个人不行。接吻，不是接吻，很漂亮，很漂亮，再来。可以跟我做吗？可以。他好想。大家没有对哦，我也想。想跟我们做吗？对，可以，像这样。天天哦。教我。漂亮，终于漂亮。对，官能小这个行为，请问什么时候没有出？什么叫玉乳？哇哦！啊，摸玉乳哇，大概是七题哦，有哦，大概是七题，有八题哦，对不对？我就算对。哇，刚刚那个耽误太久了，那个抹香鲸都出来了，还有什么运动？可是一般人脑袋里面不会有这只动物，他以为是真的比较海洋系列，而且动物园不会有啊。对，动物园没有。对啊，动物园没有。没有，抹香鲸很大哎。
哇，哺乳类去了，没有，五香就好，好大，对啊，我们往哺乳类去了，好，觉得就是要往十四比六，比六啊，我们输八分，八分，加油啦，加油加油，互手交换，没问题啊，下次我，九题赢了，九题赢了，九题赢了牌可以吧？九题不容易啊，有点难，可以吧？少请人嘛，太单调，哎，有两个人做，一个压住，双人压住，我们以后多请假好了，就可以常常换人了，哦哦，说这样哦，那你现在礼拜一请吗？还有排班，我塞那么久，我都不敢讲这句话。还有排班呢，要请这，请这，请这，就真的就真的就排了。我们今天，我跟刘璇，然后还有谁，都准备好了，要排班。好了，后面几后面二十几个在排。好了，你们是不是冻坏了？来，说问结束五分钟准备。开始。名词。 名词吗？例句，是名词，形容词，是名词。别讲话。这个状态吗？不是。第一个字，给我一个字。蜡烛。蜡烛。蜡烛。哎，用的好，用的好。第一个字要用到刚刚。用到刀口上啊，不要乱用。哥那特特。成语吗？ 科科科科科，成语，清楚，注意写清楚啊！是名词吗？科科是名词吧？不是，是一个状态吗？第一个字是科吗？不是，高，对，高科高科对高科高科高科什么？对，再问，高科什么？是一个科特，一个状态吗？行为，行为行为，高科。 高科什么？你会的，你会的。高科对吗？高科对吗？不是科，高形容的。高考不是，有年代哦，这个。危险吗？危险危险。高科弹跳。加油！好，不错哦。快。有人加油！加油。七七吗？七个一。七个一。七个一。哇！ 哪个名词？名词啊，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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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动病，对，运动病，对，部位部位，有厉害哦，部位开始，没问到哦，是是是部位，头吗？在哪个部位？头，对，头的部位，来，头的部位，再来啊，头来，再来，头在哪里？眼睛吗？眼睛，对，光眼，青光眼，青光眼，好厉害哦，哇，有逻辑有逻辑，看到奶哥想到的，可以帮你，喝气了，名词吗？呼气的。胡气的，胡气的，不是，胡气的，人名，不是，地名，是，是地名，台湾吗？地名，不是，地名不是，亚洲，不是，地名，不是，到底是不是地名？多好，是，是名词，是个名词，不是地名。不讲，不要这么说。地名，不讲，想太多，糟糕，歪了，歪了。喂喂喂，是一个观光景点吗？我，不是。在台湾看得到吗？第一个字是海吗？不是。提示要不要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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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字。黄啊，黄。倒数两分钟。黄黄什么？一个名词。一个名词黄。第二个黄旗。第二个字是旗吗？不是。你是我黄消防。第二个字是桥吗？不是不是。他说一个名词，而且台湾看不到，台湾没有，亚洲呢？不是，再来问，每个人都看得到，每个人都看到，都会去到。黄有吗？黄色的黄吗？对对，黄黄什么黄旗？你问他会不会？要不要再提？第三个字是乐，不是是不是？要带一个注音。小林，你问他会不会去？要不要？他会不会去？啊啊！黄黄什么黄？黄旗路，黄什么路？什么路？来了，黄泉路了。对，小队厉害厉害。哇，这个字好难。为什么到我这边？就这个，是名词。是不是形容词？是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对对，形容一个人。结巴对，没有没有。结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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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我也听错了。鸡翅。鸡跟水吗？不是。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用品。不是用品。是一个名词。名词。名词。形容，名词在一个地点。不是。那个。还有什么可以问？在室内吗？在室内吗？不是，不是地点，不是地点。谁在问？在问。吃的？不是。用的？不是。30秒。这个好难哦。要不要？还没开始啊？没有了，没有了。是啊，没有了。跟人有关吗？死就拉走。跟人有关吗？有。人有关。一个名词跟人有关。一个名词跟人有关。跌下台。一个人吗？不是。这个类别真没看过。第一个字是双吗？对，双。双月。双飞。练。双月。双月练他，练他。到底是谁的脖子这样动个不停？脖子往前伸，回来，伸，回来，前后前后不要停，然后两只手握拳，厉害，两手握拳，往左边打，往左边打，打左边，一起往左边打，右边往外踢，脖子不能停，右边往外踢，然后头不能停，头不能停，然后好，然后在地上画个圈，然后跳进去，跳进去，我怎么受伤了啦？脖子不能停，脖子不能停，我有办法。要不要？还有怕？还没开始，还没怕？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有关吗？死就跟人有关吗？有，人有关。一个名词跟人有关。一个名词跟人有关。跌下台。一个人吗？不是。这个类别真没看过。第一个字是双吗？对，双。双月。双飞。练。双鱼，双鱼练他，练他。双鱼座。厉害，0秒出手啊！哇塞，拉住那个压的，这个怎么来的？双跟人有关，讲双鱼座。哎，这个类别还真太难过，好强！我第二个，兰兰第一个，难分类啊，六个，还六分而已，厉害啊！这次猜的锁方向锁得很好，六题了，哇，六六七七，六六七也是个单位啊，也是个团体啊，六六七七，哦，很精彩啊！今天的内容，哇，厉害哦！14-12，两个两关两回合都是7-6，7-6，14-12，陈真的获胜，漂亮漂亮。哎，精彩精彩！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天才冲冲冲。来，新单元，说了一嘴好演技。哎呦，很久没有这个单元了啊！对啊，好难哦。今天都是唱作俱佳的朋友，是是是。哦，唱跳歌手。来，马上我们来介绍哈。宣传的，宣传听到名字，跑步初恋，歌手啊。半孤独半幸福，然后现在五位，我们节目了，这里在中间了，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入，真的，在节目也会变音色的，没有宣传，淡定宣传，我觉得淡定，你蛮适合当谐星的，对，蛮像谐星，有，对对对，这次是专辑还是单曲啊？没有，接下来要推出专辑啊，这是一个前导的，前导，对对对，因为这一次也是半孤独半幸福，也是阿叔的一个插曲，前导，对，阿叔，对阿叔，对阿姐的一个插曲，是的，然后那个各大收音平台其实都听得到，然后半孤独半幸福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就是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可以享受一些孤独中的幸福，对对对，我觉得乃哥就是谢谢你帮我讲的这么好，我讲什么了？孤独中，我只是把你从孤独中带着那种幸福，对不对？对对，我听完我觉得好幸福，真的哈，真的真的真的，快孤独，快幸福，好，好，乃哥就成功，就位了，好，哎呦，漂亮漂亮，两个队友猜啊，有默契，特别容易猜得到。可以可以，我就怕你们看不懂颜色，感觉蛮有默契的。这个单元其实有，其实很考表演。有些人演得很吃力，要考耳力，耳力记性，记性要记住，还有记忆力啊，记性要好哦。然后再戴耳机，还要记。好，刘学仁戴耳机，徐奶奶也戴耳机。你选题目，真的太。1、2、3、4。我要最上面那个紫色的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对，好，紫色。接好，看看，来啊！哇，这太难了啦！不行吧？
个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情境要讲，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题目是，我这太难了。嗯，真的。面有难色，不行吗？哦，好难哦。这不好讲。等一下，准备。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一棒准备。开了。右手拿出来在空中画直线，由上到下画直线，画直线，画很多条，画很多条。然后左手在脸的前面比一，手放下来，右手放下来，好，左手比一，指尖朝前，指尖朝前啊。然后右手在你的肩膀旁边挥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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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不行了，不行。全身触电，倒下。你也看一下人家比什么？哦，我懂了。我自己也有一点，真的要自己有一点的。有倒下。我觉得蛮好的，蛮好的。蛮棒。还有一个关键，后面才对对对对对对，后面是关键。很棒哎。后面是关键。好，准备。你一定不知道什么了，但是你照眼。照说照说。这样会知道什么？我真的是啊，通天通天呐。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二棒准备，右手。向天，然后往下画，用力，不是往直画，直画，直下，直下，上快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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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然后左手比一，左手放下，右手放下，左手往前往前比一，不是往前比一，往直的直的，指尖朝前，对，放到鼻子前面，放到鼻子前面。放在鼻子前面，讲完了，可以讲完吗？时间到了，主任有点哎，好好笑哦，这么快，没了，比到时间了就没有了。讲完啊，猜不到，我们要很久没讲完，你们就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对对，要快要快，在叙述跟理解他有落差的，纠正时间我们再一遍，好像训导主任，准备，多了一个好演技，第二棒再一次 ，Ready Go， 右手往上举。好，再往下，往上，往下，上下，上下，上下，左手比一朝前，一是朝前的，好，放到鼻子前面，缩回来，前面比一的时候缩回来，比缩，好，算了，然后右手比一，左手比一，左手比一，右手放下，右手放下，电到昏倒，哈哈哈哈哈哈，等到算了，不想讲。讲到夜市，刚哪个？算了，气到，气到，算了，别没，多比，多比，啊，算了，左手比，右手比，多打两次手了，啊，算，算了，讲到不研究，没有看答案，我会猜得到，我才有鬼。但我好像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说，哎，讲啊，你讲，交通警察，哇，哦，哎，被电到，被电到，交通警察被电到。不要表情哦，不要。哦，好。好了，他很认真在记，你要记得尽量，你看两次哦。好，难吗？准备，说了一嘴好演技，听声音做动作，预备 ，Ready。右手举起来上天，然后放下，重复，用力，然后停下来，左手比一，朝前面比一，然后缩回来，然后一缩起来，缩起来，然后电到，然后被电到，晕倒，啊！好，就那么就几句都记不住啊！你们等着，准备要干扰啊！对，来，我们的线索是一个物品，一个物品，但是要讨论。开始，电到真的神来之笔，这是拉丝，你知道吗？还是什么啊？锤东西吧。电到，路上有的，路上有的，电击棒吗？路上有的，可以开，可以开。那个方向太对，电击可以开啊。然后被电到会晕倒，会移动。碰到什么东西被电到会晕倒，而且要往前走，对，深渊的时候。然后会碰它，会去碰它，这个东西会碰到它，有水的，手会断掉，手会断掉。对啊。他们要抓到我啦！他说一要收起来，看得到真的是厉害。什么东西去碰到它会？时间到，反正就是一个会电的东西。请问是什么物品？有什么东西被电击棒还是击？答案是击打棒，还棉花棒。啊！告诉你三个字啦，电击棒，电。
可以放吗？哦哟，答案是电子表，还真的有电子表。电子表这种功能，哇，这是电子表会电子表，电子表真的保存了刚才的记忆。第一棒现在说你做，我不是一样做的一样那些动作而已，做的好像不太一样。林嘉怡对，说了一嘴好演技，原因重现，看了。右手拿出来，由上到下画直线，画很多条。上到下画直线，画很多条。很多条。右手放下来，左手比一在脸前，一指尖朝前，指尖朝前，比一在脸前，又在脸前。右手在肩膀旁边挥动，挥动，挥动。右手在肩膀旁边挥动，挥动，挥动。往前走，往前走，电到倒下。啊！这个很微妙，这个要这个，那是在模仿一个那个东西会转，是不是？有没有方向？看起来有这样。哎，是风电风扇吗？不是转电风扇吗？一在这里，电风扇你会电到倒下了。一在这里，上下拍打，一在还有这个挥动挥动，电蚊拍电蚊拍。哦，为什么不是电蚊拍吗？这就聪明了，会打有蚊子啊，然后这样。前面那个动作是什么？画很多条线。哎，对啊，很多条线。然后电蚊拍，不是画很多条线，画很多条线什么？如果那个线只有一直线的，它没有横的，哦，不是交叉的，没有交叉。捕蚊灯。哎呦哇哦！哇！捕蚊灯。捕蚊灯。陈哥现在衣服那个风格。对。捕蚊灯本人，捕蚊灯本人。来第二题，还有，我跟雨珊猜，好，雨珊雨珊。其实这个来第一棒，换人了。这两个的组合应该不错，然后转戴耳机。哇，有懒懒在，那就好玩了。什么？感觉乱讲这样。他一定乱讲的。好酷。选一个。红橘，今天很多灰色，我要选灰色。灰色好。没有默契，没有默契。看好哦，这么没默契。哇哇，难吗？难了，太难了吧？好抽象。很难吗？你要演哪一个？抽象的有猜到吗？对不对？觉得这比较具象。这个具象。刚刚那个是具象的定义啊，前面两个就很难比了。哇，还好，前面那两个字超难。兰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啊，这个是什么？我知道，想知道。这怎么演？对啊，对啊，后面还有前面。后面那两个，前面那两个不好比。这样子啊，好，准备。哦，说了一嘴好演技。可以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耶。准备。那要联想。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二题，准备。先在地上画一个圆，地上画一个圆，然后捏着鼻子跳进去，捏着鼻子跳进去，对，然后再回来，回来，回来，然后双手比武，双手比武，放在下巴，对对对，然后往前放，再往后，再往前放，再往后，再往前放，哎，对对对，再往后，对对对对对对对，厉害，记得记得，简言明了，很难体会，要记得，一只手在下巴画一个圆圈，还可以，嗯。好强哦，蛮妙的哦，蛮妙的哦，这个好厉害哦，这个不容易，你是天才，可以哦，哇，你想的也太远了，还可以哦，来哦，不容易不容易，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二棒准备 ，Ready Go， 开了，手在地上前面画一个圆，手在地上前面画一个圆，人跳进去，手捏着鼻子，对不起，手捏着鼻子跳进去，然后出来，对，然后两只手面朝上，在下巴下面，两只手，对对对，然后往前放。放不是手往前放，手往前放，再收回来，再放，再往前放，再收回来，再往前放，再收回来。他在元宵哦，好香哦，这是元宵节花灯，裂开了，裂开了，哇，这个已经不同的方向了，还不错，阿瓦混气啊，记得哦，强哥表现得很好，很好，强哥造作，阿勇你这样子太有对了，思考，对，哪哥会那个，哪有，哪哥这个已经说了一嘴好演技，你在最后一棒准备，开了，在前面画一个圆，手捏着鼻子跳进那个圆圈里，然后再跳出来。然后两只手放在两颊旁边，然后往下，往下放到水里面，放到那个圆圈里面，再拿起来，
这是一句成语，这个猜得出来真的是三十秒计时。他前面什么动作？他这个病哈，这个是画一个圆，画圆啊，边上的啦，边上的。然后捏着鼻子，然后跳进去啊。漫威的，其实差不多了，其实差不多了。奇异博士，真的有一个圆圈，是这个咻，有一个圈，你不是圈。一个成语，身体有缺陷，然后再跳出来，不然就是开车，对呀，这个方向没错，身体会弄心的，是挖，是啊，然后跳进去，哎，跳进去跳，落井下石吗？哦，然后下去又拿上来，哇，拿下去又拿上，有像啊，有方向，可能太难取物，哎哎，对，其实就是那边有看到那个囊，对，东西放进去啊，哎，没想，答案是。不是倒进去，它是捏着鼻子，所以下面里面一个洞，它是水吗？是臭的啦，臭的水，对对对。哦，没有，因为跳在水里面要捏鼻子啊，对，要不然会呛到啊。臭的水，所以干净的水要捏鼻子啊。鱼池无水，臭水沟。我不知道，来杠上开花。哦，嘉义台，真的假的？会有花。给你掌声，欢迎法博啊！我们用非常鼓励的感受喷，但是请拍手，真的厉害，真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原因重现，对了两个字，说了一嘴好演技，来了，手在地上画一个圆，然后捏着鼻子跳进去，好，然后出来，然后双手比武，然后放在脸颊下。对，然后把那个五往前放，往后放。五，往后放。谐音啊，对，他说这个是花，我说岗上开花，还有谐音，还有别的，岗上开花，山东腔，山东腔，山东腔，谐音，岗上音，岗上海，谐音别讲，他跳到缸里面，岗上开花，那个叫香港，岗上开花，动啊，词。池，这是一口井，井啊，哦，井里是蛙，花要留的，开花，那蛙不是井上添花，井上，但奶哥的灵光一闪很厉害，天发，杠上添花，井上添花呀，井上可以添花，被添花哟，客家话就是电话嘞，添花，坐上添花，差一点就答对，来看看我们的答案，井上添花，太难了，杠上开花差不多哈，这个可以拿零分，太厉害了，有上有花，你看杠上开花，井上添花，很厉害，差一点又被猜到，对一半，算对一半，还不错哦，有啊，来第三题。来，港上开花，港没有一个，有点，太难。刘璇跟陈子强是吧？多难呐！来，请戴耳机。对啊，真的。陈志强啊，你准备要对啊？你要红色还是橘色？红色。红色，你刚有猜对吗？没有。没有。嗯，我看。来，题目是。哦，这应该容易很多，应该比较具体。嗯，哦，对不对？比较具体。你会怎么样演印度啊？印度很容易啊，比你就好了。对，印，我是大度，不是印度。这蛮好笑的，这个蛮好接受这件事情，你好坦然哦，大概你好棒，很正向，方向，当成他的优点，接受自己，他不是优点，他是特色，对，接受自己标签，多了一嘴好演技，最后一题，最后的希望，准备 ，Ready Go， 开始，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后脖子左右摆动，对，然后下一个动作，一只左手比。握拳放在胸前，然后放在平行放在前面，然后另外一只手比 C， 然后呢在这个左手的拳头上面斜对角上下拉开，斜对左手不要动，右手斜对角上下拉开，
另外一边，然后另外动作 C 摆在嘴巴前面，然后快快，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到了，好好就这样，记起来哦，对，好，记起来，他刚说了什么？我想一下哦，狂妄的，好自然、哦。来准备，多了一嘴好演技 ，Ready。首先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手合十，然后左手举起来放在胸口，左手举起来放在胸口，这样吗？左先放在胸前，好来，然后左右摆动，左右摆动，然后再来下一步就是左手放在胸前，然后右手比一个 C， 右手比一个 C， 放在斜对角，放在斜对，另外一边，然后再放回来，嘴巴前面，机器人呢、啊？然后，然后再往后倒，好了，还要往后倒，往后倒，还想怎样？什么东西？哦，我快笑死了，多生越多，半小时吧。对对对，就这样。真的吗？就这样。真的这样。有你，好可爱。什么啊？哇塞，这个拍照拍照的感觉。你知道讲，你知道照做就很轻松。哦，好难哦。难。来，准备，说了一嘴好演技 ，Ready。Ready。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对，然后左手出去再回来再放在胸前。啊？对，然后右手比 C 放在斜对角。就是要快，放在斜对角，对，然后放在脸旁边，然后人往后倒，好，对，人往后倒，是这样啊，对对对，是这样吧？你最近有出过车祸吗？我应该有撞到哦，太低方式是破碎，我跟刚刚好像不太一样，对吧？但我不记得到中间可以碰好几拍哎，对，都有讲到，有啦，都有讲到了，葛仲山啦，一杯一杯，好，他的提示是食物。食物一种食物，三十秒，请讨论。小姐，双手合十，出去回来，对，出去回来，没有出去左手。抖音上会看到拍的那种影片呐，很红的。出去回来，然后 C 合十，几个字可以提示？那个 C 蛮关键的，四个字。而且对角 ，C 是关键。合十，合十一定跟宗教。或者是国家有关系，厉害厉害吧？泰国有这个方向，晚上确实跟 C 有关系，生命保佑哇！什么果？哦，什么果吗？答案是这样子吗？哎，给我出来了，有打蚊子，有出拳回来，我们去李小龙，食物啊，食物，很快，蚊子，然后又 C， 抓蚊子。好了，再提示啦，怎么？二，二，二，二。我怎么了？露馅的啦，黄老平露馅的啦。黄老平提示啊。对啊。我讲了吗？他说抖音里面都有啊。抓蚊子我就有方向了。哦，我天哪！黄老平，黄老平，黄老平，我直接告诉你了，我直接告诉你了，听好哦，喝的，喝的。他是 C 是 C 是哪？可以吧？喝啊，是喝的啦，喝的。我不是印度抓饼。最后五秒。五。哦天哦。印度三。印度拉茶，他被踩到了，他刚才是抓，声音好像有点震，什么？对，震之遥，有电到，因为我是觉得他很棒啊。你觉得答案是印度拉茶？我觉得是啊。怎么什么事？因为啊，这样啊。可是你刚才做的明明就不是，你刚刚明明做的不是。有一点领悟了，对啊，是，哎，怎么还要误导我们？对啊，是明明是饮料，怎么讲食物？他说太明确了，怎么明确？你方向要对啊，你食物你误导，快来讲说对了，本来的路就是答对了，对啊，对啊，对了，来，答案就是印度拉茶。厉害，厉害，东西你会想要抓抓饼也可以，印度抓饼它用变多的，它从印度那边提示你们什么？对，你不就不过把一个饮料食物换成饮料，你提示什么？因为答对怎么那么神奇？得到一分，好难哦！提示给攻守交换，哦，有一分就不得了，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打天下，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啦！太难了，这都还有一些字啊，限制你不能抢。对啊，加上飞跟灰。
还不能加，还要飞，只能上下上下，对，上下上下拍打，喝的那多难呢，对不对？喝才讲究食物，他们都说我都形容太多，台大高考第一名也不会对啊，好针对啊，针对啊。配置太多了啦，你们来，来，只能记各位戴耳机的该戴耳机，向我转，向我转，来选一个，哪一个颜色？最下面是绿，绿的。哦，啊，准备好，来，缩着一嘴，好眼睛 ，ready。半蹲，双手握拳向前，然后上下摆动。一只左上右下，左上右下摆动，对的，像这样。好，然后换站到另外一边。左手模仿沈玉琳，左手模仿谁？右手也模仿沈玉琳，然后往前，往前，对，往前这样子，对对对。这不管怎么看都像整人节目啊！左手捏鼻子，右手挺举往前伸，然后收回来，抛出去，好，收回来，然后小跑步，小跑步，原地原地跑步，原地跑步，这你们好准，拍手，拍手。来选一个，哪一个颜色？最下面是绿，绿的。哦，哇，简单吗？简单，太难了啦！真的，搞不好连这个词都不会。你们要不要看？有了，有陈哥，陈哥应该。你们要不要猜？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算看到了，这个算具体，算简单，算具体，但是要有那个词。比不完呐，对啊，你应该他们想得到那个。陈哥应该有那个，有，比不完呐。啊，食物啊，啊，哇，这个很饱，这个吃下去很饱。我再看一下，来来，印度有。啊，准备好。好。来，缩着一嘴，好眼睛 ，ready。半蹲，双手握拳向前，然后上下摆动。一只左上右下，左上右下摆动，对的，像这样。好，然后换站到另外一边。左手模仿沈玉琳。左手模仿谁？右手也模仿沈玉琳，然后往前，往前，对，往前这样子，对对对，好生动哦，厉害耶，真的有哎，可以耶。那他的指令很简单，只有两个东西，还有什么？就两个东西。我们不是又是右了，又往前了，又这样这样，会被电到昏倒。很复杂，我很复杂，那时候就两个。对不对？半蹲，过了，海哥已经过了，不要再想后面了。它只有两种动作，你们的细节比较多啦。对对对，细节控，细节控。我们是大方向，赌城哥也一回事，是蛮。哎，来来来，来准备哦，好，看前面，好来，缩着一脚，好眼睛 ，ready。半蹲，然后左手右手举起来，然后左手往下，右手往上的挥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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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好，现在跳去另外一边。你是另外一个，跳去另外一边了，跳过去，然后左手模仿沈玉琳，左手模仿沈玉琳，左手右手也模仿沈玉琳，然后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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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像哦，好可爱哦，我知道是什么了，好可爱，不是，我觉得他不知道，我知道了，来，然后看前面啊，弄得应该站起来，看前面，来准备，怎么那么难呢？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 半蹲，左手跟右手。升起来，升起来，来左手往下，左右手交换，上下挥，上下挥，快点，快点，快点，好，跳到另，好停，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跳，然后半蹲，然后左右手学沈玉琳，上下挥，嘿，快，跑，往前跑，往前跳，往前跳，往前跳，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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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像。对对对，好像很像讲，可以做任何一个动作，蛮好玩的，好玩的，哎，该讲都有讲，是个成语，讲得好，30秒开始，是个成语啊，成语，啊，所以就四个字，不两个字，三个字啦，哎，蹲着，上下上下挥，然后倒开来。跳高，然后变成沈玉琳往前跳，对不对？对，玉琳很重要。玉琳哥常说的一句成语，好不好？很重要。他们在干扰，你不要听，不要听他，不要听他。没有方向，三个字。这个成语啊，重要，三个字，四个字啦，成语啦，三个字，四个字，三个字，成语，三个字。成语啊，玉林哥最常说的啊，我跟你讲啦，就告诉你更明确方向，有动物啦，好不好？有动物，
是动物吗？哦，什么动物会？这什么动物会这样？什么动物？这是溺水的动物吗？这个海龟，海龟，哎，对，海龟游泳就这样吗？然后它最后跟水有无聊，海豹是会往前三，往前跳，哎，袋鼠，往前跳，对，成语哦，有动物，告诉他动物在哪里？动物在第几个字？动物再具体一点好了。第几个？前面两个字啦。前面两个动物啊。前面两个字啊。再来，快点，我再给你五。前面两个字对对对，讲太多了啦。也不对。来哦，最后十秒。讲太多。跟水有关系的动物有一个，前面两个字是游泳的。没有，这个你都没跳出来，游泳的。好，玉林哥，玉林哥最常讲的。玉林哥，鸡还是鸟类？心猿意马。前面两个字，前面两个字，猩猩、猿猴，你看看。你看看，龙马，聪明啊！龙马原本的后面可能就是马在马嘴，马嘴，不是两前面两个字是动物，那龙马跟这也不是全动物吧？龙怎么看不到龙啊？龙龙龙龙龙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看不到龙，喷龙，好难哦，难吧？这什么啊？是不是？我已经讲，哎，他说叫我要。要给提示，给他们做，他们做的好不好？我觉得给到越来越歪，有歪掉吗？魏魏轩做的很好，该做的都有做啊。魏轩做的很好，试试看，我试试看。来来来，我等一下，好演技。Go， 半蹲，半蹲，双手握拳向前，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好 ，OK， 跳到另外一边，左手模仿沈玉琳，右手也模仿沈玉琳，然后一直往前推出。人脚不要动，推出就好。哦，推出。会啊？动物。动物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了。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是螳螂。对啊。哎呦。哦。来了来了。哦。睡醒了。毛。螳螂。对。所以就是螳螂捕蝉吗？太。怎么可能？飞过了。哎呀。哎呀，哎呀，啊，好厉害，差一点，对的，是什么类似的？螳螂还有什么成语？对啊，螳螂，螳而黄之，不可能。那这个已经全部都是什么？螳螂路上呢？这是什么？车啊？车吗？所以呢，车呢？车螳居，螳臂挡车啊，螳臂挡车，太难了，这个具体了吧？我怎么有这个螳螂啊？哎，它的手是螳螂。他的挥是这样挥，他不是这样这样子，上下开车。就是我说上下上下这样，上下这样。我也会想，你这应该是两手对立，然后不用那么认真了。其实要答对很不容易，很难呐，好不好？真的啊，来，猜不到的，换位置，加一题。啊，黄平，他为什么会有两只动物呢？黄平，我跟你猜。就是有一只啊，他不是两个字，两个字，我两个字是动物，螳臂啊，奥多拉斯臂，郑玉佳第二棒，少年臂也不是那个，那个黄浩平跟张永琪猜，尽力尽力，来选一个，在哪里？咖啡色，来，哦，这简单吧？有一点，超简单，好不好？超简单啊！里面有错，那讲到里面的，好不好？等一下，我送分，我可以想一想，你想一想，想一想，想好告诉我。啊，好了吗？好，好了是。来看前面啊，来准备，好，说的一句，好，已经 ready。左手捏着鼻子，右手平伸。右手平身，右手平身，然后原地跑步，原地跑，快跑跑跑跑跑，然后左手往后，左右手右不右手往后向前甩，甩快一点，甩一次脚，不要甩那么多次，甩一次，甩一次脚，甩出去，甩一次脚，好停，手拍一拍，回去。把手拍拍。什么东西啊？他前面好像卡通人物哦。什么东西啊？好清楚。流鼻涕。嗯。来哦，准备哈。说的挺好，演技 ，ready。左手捏鼻子，捏鼻子，右手平举，往后拉，然后再往前甩，一次就好。然后呢？他一次就好了，他是一次啊，一次啊，再甩一次，好不好？再甩一次，好，停，就这样。嗯？还有什么吗？有啊。哦，是要跑步，对。我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能讲，好重要。来，再给你加一点，再给你加一点，好好，再给你加。好，然后你甩出去那边的时候，原地跑步。啊？那甩出去再跑步，再甩一次。拍手啊，还有拍手啊，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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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讲。
不要去弄他啦！有啊，有啊，拍手！这太简单了啦！好了好了，好吧，连我们队员都在帮你提醒，真的有，好累哦！来了，快，快，来，去的快，对啊，准备哦！我觉得会打。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 左手捏鼻子，右手挺举，往前伸，然后收回来，抛出去，抛出去，好，收回来，再抛出去，对，然后小跑步，小跑步，原地原地跑步，小跑步，原地原地跑步，原地跑步，小跑步，原地原地跑步，原地跑步，这个地方好简单，拍手，拍手。我跟你讲，他们讲的都没有错，洪大师就是这样讲的。对啊，是这样的，按照次序摆的啦，真的啦。好，安静，回放表演。三十秒是用行为，行为，行为几个字？三个字。行为。捏住鼻子，然后抛出去，但是平常都看得到，讲笑话了，我平常都看得到，看到用行为。好，还鼓励他，好笑，我看一下，我好笑。因为他会讲，可是他又捏住鼻子，每天都看得到，每天都看得到，对，太多提示了啦，吹牛什么的啊，三个字，三个字，我觉得很像是表演，然后哎，怎么有小跑步，有小跑步，那很重要，好像可以忽略，这时候捏鼻子，放屁啊，放屁啊，还有捏鼻子哦，捏鼻子，捏鼻子。一边跑步一边拍手，对呀，一边跑步一边拍手，我没有一边跑步一边拍手，没有乱讲，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嗅觉，这是嗅觉，所以这个是错的。他你要当鼻子，他的抛出去会不会是这种把布啦？那把布啦，他会不会是把布啦？丢东西，丢东西，然后丢中了叶真妮，然后这样拍手，哇，那个叫丢手榴弹吗？时间到了，我知道，答案是，好棒，那个射气球，射气球。就是他要这样子，然后这样咻啊，中了，去哪里物这样。所以捏鼻子在耍，怎么可能？在停着，对，不是耍帅吗？就是射气球。我跟你讲，也没有其他答案的。不对吧？你有想法？不是吧？有音乐，有音乐，有音乐，有音乐。歌厅秀，歌厅秀吗？哦，知道了。动作跟音乐结合在一起啊。演唱会有音乐。这个抛出去，来来来，洪老师讲一遍，这个是这个是洪老师，洪老师来，我讲一遍，我讲一遍，听不清楚呢。左手捏鼻子，右手伸直，往前原地跑步，跑步跑步，好停，右手往后，右手往后丢出去，对啊丢啊，对，然后手放下，拍拍手，拍拍手，真的有想拍拍手啊，丢铅球，不是啊，怎么可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这样就知道了。哎，你说，就丢了色，丢了色，嗯，丢了色，哦，因为很丢了色，捏鼻子，捏鼻子，我都捏鼻子，正确叫做什么？拍手是这个，乐色手，乐色，乐色，都提示成这样，我哥讲得很好，你看我媒体提示够。很多，而且有音乐应该就中了，有音乐，有音乐他也没中啊，抛在音乐会去了。来，最后一题，换位置，跑步在后面，跑步在后面，换位置，换位置，选一个，讲清楚哦。戴耳机，戴耳机，向后转。我下面哪个？这个白的，黄的，黄的。哦，这很简单。可是都很简单。刚刚那个也是。你要怎么讲？很简单嘞，好不好？哇，太简单了，太简单。有黄哥，他就是啊，有黄哥，他翻过来就可以了。来，准备哦。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脖子往前，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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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只手，左手挥拳。两只手往左边挥拳，两只手往左边一直出拳，一直出拳，往左边一直出拳，然后右脚一直往右边踢，右脚一直往右边踢，好，然后在地上画一个圈，地上画一个圈，没救了，然后跳进去，
蹲下，又跳进去，跳进去，又捏进去，锦上锦上添花，这个是落井下石，落井下石，落井下石。好了，你照照说就好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的啦。这个应该机会，准备哦，来哦，所有人小号一记 ，ready， 脖子往前伸，回来，伸。回来，前后前后不要停，然后两只手握拳，厉害啊！两手握拳，往左边打，一往左边打，打左边，一起往左边打，打左边，打左边，右边往外踢，脖子不能停，右边往外踢，然后我不能停，都不能停，然后好，然后在地上画个圈，难了吧？然后跳进去，跳进去，我怎么受伤了啦？你回去不能动，不能停，不能停，脖子不能停，脖子不能停。我有办法，有办法，好灵活哎！你不要乱加动作，不要乱加啊！哎，不要乱加，我也很久。来，说的一个好眼镜 ，ready。脖子前后一直动，对对，我前往后，不要演，你讲就好。然后双手握拳，然后用力的往左边打。左边打，头不能停，然后腿对的，右腿往右边踢，对，然后在下面画一个圆，头不能停啊，脖子地上画一个圆，地上画一个圆，画圆，好辛苦，画圆，你画圆了，不是啊，我要踢要画圆，我就是脚踢画圆了，都是三只啊，没有他叫你跪在地上画圆了，手画圆了，是不是？啊，手再画一个圆，手再画一个圆，好，来哦，它是这种角色，一个角色，一个角色，三十秒，这个圆，谁哪一个角色脖子一直这样？这一般是那个什么，有一只鸟叫什么鸟？布谷什么布谷鸟？怎么样？啊，啄木鸟，啄木鸟，哦。可是有圈呢，可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踢？那为什么要画圈？这是潘若迪的动作，脚踏，这个感觉，潘若迪啊。机车舞，跟我一起跳。角色是吗？角色，他们连干扰都来干扰。电影里面看得到了，三个字啊，三个字的角色，三个字的角色，电影看得到了。对，电影看得到了。对了，五四，因为头可以不用一直动吧？要，头一定要一直动吗？是，完了再跳就有啊，有啊，答案是。但是就是模糊掉，那跟我们真人不要等一会再讲清楚一点嘛，你再讲清楚好不好？好，在这个场景呢，应该在纽约，对不对？哦，没错没错，对，是没错。纽约在哪里？要不要讲出来？纽约在哪里？不行不行啊 ，New York City 太明显了啦，好不好 ？New York City， 纽约只有 Manhattan， 对，哈顿，纽约角色。纽约卡是蜘蛛人。哎呦哎呦，快到了快到了，洪哥加油！三到，哎，哎呦，蜘蛛人哦，一人，真的人哦，钢铁人、蜘蛛人、绿巨人、浩克，是个团体，是个团体，是个团体，对对对对对，哎，真的是个团体，这个团体他名字给太多了，已经全部了，对啊，忍者龟出来好了，快点啊快点啊，忍者龟。忍者龟会这样子，忍者龟啊，是个艺术家，我忍者龟是一个团体啊，嗯，他们死了啦，不是啊，他们就有很多龟弟弟啊，还是天线宝宝，龟弟弟，龟弟弟，天线宝宝，龟哥哥，龟弟弟啊，还真没答案，不然哪里？角色，你没有去过纽约曼哈顿？没，我最多就只有到，你不是有去过吗？我有去过啊，好，想一想，快点啊，你有去？我是没去过了，纽约，去过啊，我想想看啊，纽约一个团体，来，答案是。忍者龟，忍者龟是忍者龟，日忍忍吗？忍者龟 pass 哈，耶，答对了，这叫厉害，为什么要这样？我已经讲成这样，还要厉害？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两只手要龟啊，龟哦，龟哦，龟头，龟啊，龟头，龟脖子，龟颈，忍者龟会，忍者龟会一直动吗？我在纽约啊，要是乌龟嘛，乌龟嘛，
他强调乌龟嘛，龟到底武功很强的乌龟，还会跳到下水道。好了，大家辛苦了，好不好？辛苦了，辛苦了。一比一平手，厉害。好，接下来现场很紧张，先开，冲冲冲。